那些让人惊艳的好莱坞女星，其美貌与气质于一身，你记得谁？一、奥黛丽·赫本。电影《罗马假日》是奥黛丽·赫本的成名之作，赫本扮演女主角安妮公主，是如此的美丽纯真，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永恒的美丽高贵的公主形象，长留万千观众心间。此外，赫本的头发被标注为赫本头，她的穿衣风格崇尚简约及华贵。二、海蒂·拉玛。海蒂·拉玛，美国影视女演员，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神，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她还有另外一个了不起的身份 ：WiFi 之母，现代 WiFi 技术的奠基人。三、伊丽莎白·泰勒。伊丽莎白·泰勒，美国影视演员，年轻时的容颜用倾国倾城来形容也不为过。紫罗兰色的眼睛，白皙的皮肤与乌黑的秀发，足以倾倒很多人。泰勒拥有一种令人羡慕的美，他的面部比例堪称完美，一生却钟爱宝石，有过八段婚姻，但每位爱他的男人都为他买过宝石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